警车追逐前面一辆改装机车，该装车不但没在怕，还加速跑给警察追。当街上演警匪追逐，目警民众尖叫欢呼声连连。好险，我们停在这，不然就继续了。看到警车来，还继续飙，甚至被拦下，还抢先。我怎么会开车牌？我不用查了，我欠你的。我刚刚去问一下而已啊，什么态度啦？啊，你回来好好回来，去哪里口令我抄抄什么东西的啦？ 改车男子当街暴气，怒骂警察被拆车牌真的超级不爽，直呛远警态度差，有人躲避警察还拿起手机录影，行径嚣张。排气管发出巨弹，轰轰声响，飙车族嚣张盛怒，有的人甚至胆超大，没戴安全帽也飙速行驶，车牌用口罩遮住。八日晚间，桃园出现大批群聚改装车，实在超危险。举发无照驾驶、使用注销车牌。 后照镜损坏不予修复等交通违规共计6件。这批改装车小蓝呐，排气管撞耳欲天，吵到附近民众就算了，还嚣张呛下，酸警态度差，跑给警方追，一群人无所谓的态度，目无法纪，实在让人看傻眼。记者桃园综合报道。